大家好，我是六年六班谢佳熙。我画的主题是大碗工兵，这是一碗有着非常丰富水果的大碗工兵。看似这画法很简单，但其实很难，因为这些水果有些很大颗，而有些因拥挤而缩小了。以旁边的小杯子来看，来呈现出它这个冰非常的大。以人物呈现出它的美味，背景是人物吃出来的感受。然后我以撒颜料的方式表现出消暑清凉。而我为什么又想画这个背景呢？因为这海风海浪的清爽可以代表吃一口冰，即使在这么热的夏天，也可以感受到清凉的感觉。那请大家好好享受这碗大碗工兵吧，谢谢大家。